这一边我有 equation one 跟 equation two，我看到 v，OK，可是它是减 v，所以我把这一个搬过去，这一个搬过来，所以我这一边我就可以说 from 我的 equation one，我有六 u 减 e 等于 v，也就是 v 等于六 u 减 e，这个是我 equation three，然后我就可以 sub 我的那个 equation three into 我的 equation two 里面。OK，就是说我拿这一个六 u 减一，然后是一，我放进这一个 v 里面。OK，我把它这一个放进这一边，所以我这一个呢，它就会变成4u 减三括弧六 u 减一加四等于零。OK，我跟它乘进去，4u 减18u 加3加4等于零，然后我有减14u 加7等于零，我把它这个搬过去，7等于14u，然后7把14等于 u，所以我的 u 等于二分之一，二分之一等于 u，u 等于二分之一，然后我再 sub 我的 u 等于二分之一 into 我的 equation 3里面，OK，在这一边我的这一个。u 等于二分之一，我放进这一边里面，所以我拿到的是我的 v 等于六乘以二分之一减一，三减一二，所以我的 u 等于二分之一，我的 v 等于二，OK，这个就是我的答案了。